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嘉宾，各位新马港台名艺人名歌星，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今天晚上的新春联欢晚会。小弟仅代表主人向各位致万二分的谢意，并祝大家新年发财，万事如意。好好，再来一个哇，白话，你是做你就做人几个来叫，你是倒听还是去听呢？什么事？什么事都无来毛嘛，嘛那会使叫成这样？你看滴哦，今麦个刁民人山人海，哇，就老人，哇哇哇，你看，哇，大家前间来笑笑，到干脆叫巴沙兵哟。人嘛是笑，过年嘛，大家嘛穿新衫对唔对？哎，对对对对。你看，有红色嘅、黄色嘅、蓝色嘅、乌色嘅，哇，别睇个我乜花啊！啊，你本来就是乜花嘅嘛，啊，无你做你着戴遐个老花墨镜呢？打话吧，别你骨头唔对白嘴，什么意思？我是打台了，乜花甲你老花盲眼镜有啥物关系呢？无嘛！哇，别做你打到明青青，卖叫卖就普惠嘛，吃过吃到肚明就够咯。卖啦，得啦，好，卖大下个，留淡薄时间来开查某友好，是咪个？哇，开查某哦，开查某。对过，哎是啊，你是我师弟嘛？来，打地界，你打地界，地界，我对过嘛是你嫁嘅，当咪打清楚就我嫁你啊！啊，唔是叫对过，啊，这查某唔退，唔是卖退咯，退查某会晒无？你心理变态嘛？哎，对啊，你卖台湾龙头就签骨啊，我跟你打，你是咩都鬼人啊？吴经理。他查某你打我德国，你要他查某你又打我心理变态，你到底是打咩个？我叫你卖台查某，也卖台查某，来几个呢？上好台黄，台黄，我打你无咩正事哦，黄爱做你冇个台，黄虽然台唔见啊，但是你可不听得几句话？台黄晒胖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所以我那里得啊，就是得，那个闹是得闹，那个动剑财啊！你今天来参加几个门会？人人都是这贵族家的朋友，啊是，枪枪家的顶呱呱的人物，啊对啊，不是偷鸡就是鸡杂，哈哈，你我啊，得找一个机会，哈哈，来给人亮落钢枪，哦，啪啪三索，哦，呼呼大卡，哦哟，才有机会光枪片出风头。啊，我知咯，那意思将来人就好顶胎来个烫金。哎呦，买他热烫，领老婆做白烫。我家己个烫就好。对啊，你只能加载哈。嗯，那对呀，啊，你看啊，膝盖多大大，目屎水个咩呢？你看在地点啊？干咩你唔捌啊？我唔捌啊。根本就是 DDT 枪片公司的总裁嘛。哦，那六下开呢？那六带一个啊？哎，叫谁？取块块来？哎，掉，掏水水来？平平平啊？啊，掉。哇，一个聪明啊！哦，根本是台湾最大枪片公司的老板。哦，哇，弟啊，你看，伊也无大，伊也没么事。小瓜个大包，伊阿咩叫做什么台风啊？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啊，对啊，台湾来个啊？啊，是。那，伊个穿只去中山装个，咩你看在地边？唔知啊，咁咩个台北穿？哦，伊个资料，给去香港哦，叫做凤BB。哦，那伊个是播丢失。我就说啊，就是导演啊，隆重受命个弟啊，见面就电话，只要你个我老兄弟呢，顶台表现一下，伊人那的台动呢，你个我老人啊，广东话有一句话，理想狂都几艰难，弟啊，梦多就是他，无人在人会唱歌会表演，啊，做你咪叫人去顶台呢？哎呀，这该莫讲，讲多。讲多啊！那高师呢？
我走个台顶报告，但来宾介绍来宾，我介绍了去去，啊，乐呢就介绍我甲乐做不来搭档，了保证叫声呢，这跑就安啊，到迄种啊，摩擦一时咪该兵分三霸啦，什么走开时间啦，哼，一点就抢那个去拍专辑。哎呀，哎呀。像电视啊，嘿，做电视明星啊，对啊，啊，就是好，别哈，看看闪闪去，好，各位先生，各位小姐，现在呢，小弟来报告一个好消息，今天晚上在座的嘉宾之中呢，有一位呢才华出众的艺人呐、啊，他不但能够骗，能够导，也能够演。还能够吹呀、啊，他就是呢，这个 Robert Wong 先生，这个 Mr. Robert Wong 先生呢，他退出了艺坛已经很多年，今天晚上他来参加这个新春的晚会呢，这个机会呢是在这个可遇不可求啊，我们请他呢上台为我们表演一段节目，来助兴助兴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Delimakasi， 感谢各位，小弟呢退出这个艺坛呢，有80多年了。哎，弟哦，那叫鬼火哎，18年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可以说是重出江湖，这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这个小弟呢，要为大家表演，可是呢，我是单身匹马，这今天来参加这个晚会。没有搭档就等于没有手没有脚就不能跑，也没有搭档呢就不能表演。我想以后有机会再来吧。对，刚才呢那位司仪的口才很伶俐，好像这个水长流，讲话好像水长流一样，倒不如这样，请他来跟我搭档，不知道大家的意思如何？如果好的拍掌，那就表示欢迎。OK， 贸易，家和义哟，家和义哟啊！你哟，做你乐死我呀不？做你不要我想做你，不要乐死做你呢。高三清啊，那个叫什么那个假和义哟、哦，个假和义啊！啊，那不是假和义，这里面想根本是说来嘛，假和义哟、哦！哎呀，对呀、啊，你收到了，你收到，黄大来出黄涛，还搏机会，你叫些强，我是多屌、哦！我这里面强，应该是那和义哟、哦，哎呀不，别强。名下假和音啊，那叫个纳和音，纳啊，和音纳啊，那不要当个蛋和音。哎，对啊，料和把怕料没个纳啊，纳料再来蛋嘛，那卡把蛋和音，和音啊，啊，和音我就不蛋了，把妹我就蛋个买了。哎，去啦，强国咖喱咯，名下强啦，你讲啊，我强啦，啊，你讲，纳和音。
边站。不得，你是敲什么开？嘛敲敲高山青咯。哦，有没跟他高山青啊？是啊，高山青都印度过啊。啊，不，台湾。啊，台湾做你敲印度过，一那个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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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。我是唱印度系咩？啊，你唔是唱印度话，唱法国话啊？叫死人拿那个个文那个跳，你还唱个鬼人唱唔记得个。哇，你咪捞亏啦，咪捞亏啦，弟哦。不弟呀，你咪靠病靠无嘛，你唔是单单来搏机会个嘛？你老早先讲讲假咯，靠病靠无嘛，那有机会？你咪卖耍枪。不，就是那哈子。好的，对，那就是你呀，我教你。你阿兄唱个华语歌，了你呢就教我放一撮潮州曲，了就是呢神光。对，你唱华语歌，放一撮黄安。啊，对，会使，会使哈。哎，了我唱哦。你放心，我别你对我无信心着你呢。我等你对了嘛是安尼个，我惊啦你。你放心啦，你阿兄未将来唱歌的时候，随便死莫是多发听咯做黄英。哎呀，弟啊，我帮了鬼长，你做你万不在啊？你咖喱咯嘛，我的知名度高得很呐。啊，多发听做黄英，可你阿兄黄英掉个能改改嘛就去等量。哦，那无黄的改出去啦。哎，原来是这声啊。那黄的调就位哈。那卖黄的做红毛。你放心，哎，那个红毛位我惊了。好，我抢哦。你抢，哎，不，你先抢一遍，我听头先咯。哎，对，安尼我抢一遍，你听好。哦，听好啊。哦。你对我咪咪笑，春天已来到，树上的鸟儿吱吱叫，花儿也开放了。你呀，听我好不好？我白嘛，这是我想到什么歌？这么乖乖节目哎。哎呀，听我哈。听我。好，听我来。你对我咪咪笑，你对我咪咪笑，春天那已来到，春天已到来，树上的鸟儿吱吱叫，秋天该叫一叽叽叫，花儿也开放了，花儿也爱朋友。喂，弟呀，你是学有 X 啊不？做你没有 X， 我教你个故事 X， 你做你没有 X。我打我有 X， 后尾一句唔对哦。做你唔对，我老个答，花儿也开放了，花儿也爱放酒。对啦，我老花打对，花儿开放啊，开放啊！我教你个字 X 嘛，对哦。你一帮我出就好啊，帮不成你就个台老公啊。我，你花打你古拜多发听个做黄 X， 只那个字你个黄 X 不会掉了花几强？你再想几摆，你再想几摆几强？你呀 ，X 你听了。树上的鸟儿吱吱叫，花蕊嘛爱帮。秋天该叫几几几叫，花蕊嘛爱放放放，一放放，我你等下放不出啊？放地个，放，我爱好就该咩遐病哦，花儿也爱放叫，个嗲，放，哎，弟哎，大林哥惊鬼啦，哎呦，哦，你咖喱咯，汤家，哦，你只要先就出来汤家，哈哈，你得惊鬼，哈，买顶多，哈。我一面下来，面独当一面。哎呦，面下抢过，好，你给抢，你自己抢，你给亏。
卖个歌荒少的啊！哦哟，哦哟，好好好，你还来一段《鼠来宝》。硬头泥，接头泥，头泥人人有福气，大人通大志，老人你健康，农家你贵气，后生仔你有志气，子女仔代代生来赢过这世事，有你是好你啊，少人高恩拜天地。所以酒老无生味，今年是好年，大家好排比，爱家爱娶赶娶婿，各位热爱做生意，算八字就来找阮只老兄弟，只老兄弟啊！小白兔呀，小白兔，眼睛红红很可醋，爱吃萝卜跟番薯。小兔有三库，有赢没有输，月中到月初，顺顺利利有财路。小白兔啊，不会怕寂寞的，不会怕孤独，大人小孩全围住，希望大家都幸福。有甜没有苦的，经济快复苏，小孩群读书，老人有照顾，青年男女有前途，有情人结成好夫妇，生男育女万事足。哪里啊，听命兄弟，听命兄弟啊。